大家好，9月16日第二部视频。中国现在所处的环境非常恶劣，为什么？因为自找的。现在是四面楚歌，内部呢是一片乌烟瘴气。怎么走到了今天？因为要摸着石头过河，而且呢是历史在倒退。怎么这么讲呢？原来这个政体的建立，就是像这个太平天国李自成似的这一种，建立起来呢，总感觉这个天下呢是他们打下来的，就是他们的私产，根本就没有一点点这个国民意识、国家意识，权力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意识。这是嘴上喊的，心里呢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私产，当做自己家里的这个叫什么呢？当做自己家里的一份产业，要世世代代传下去。红二代经常开会也是表达这个意见，祖辈打下来的江山要世世代代红下去。这就出现了那个历代领导人非常不合现代潮流的一种统治方式。毛呢，那时候就是想当皇帝。邓、江湖还好一些，知道权力还受制约，知道这一份家产呢，是我们红色的，要世世代代传下去。但是呢，是我们这几百个家庭内部要传下去，是我们这几百个家庭的。现在呢，这个皇上呢，就是把这个家产彻底当成自己家里的，准备从那几百个家庭手里也拿下来，彻底放到自己的兜里，基本上退到了毛时代的认知。中国要想搞好非常简单，只要还权于民众即可。现在还权于那特殊的几百个家庭也不合时宜。也是这条路走不通的。这个由建国到79年、78年的实践已经得到了证明，这几百个家庭管不好中国，人民也幸福不了，他们自己的日子也无以为继，那就开始摸石头过河。河上有桥，河上也有这个石板。好好的过去不行吗？不行，非得摸石头过河。对面的自由世界繁花似锦，看着让人眼馋，人民也都想奔向那边，那就摸吧。我们要走自己的路，不能走他的桥。到了河中间，河水不冷不热，正好，人民也有点吃喝了。就不想过去了，因为过去手里的权力得放下，舍不得。怎么办？就泡在河水里。有的时候呢，到岸边，到对岸岸边，哎，摘摘花，赏赏景。别人一让交权，一有提意见，马上再倒回已经走得差不多的河里。波浪轻轻地拍着身体，哎。怡然自得，自己意淫着对个的风光，心想不能过去，只能停在这儿，过去权力就没有了。自己怎么能想说什么是什么，想得什么是什么？极端的自私，几百个家庭极端的自私，造成了这个国家的悲哀。一个人更极端的自私，要让全体国民一起陪葬，这不好吗？我们一起给国家陪葬，不都出来了吗？谁给我提意见？谁要制裁我？我做的这些苟且的事情，想制裁我，门都没有！我要拿原子弹把地球都毁了！反人类，疯子！这些气文你要想一想，除了这些脑残粉之外，
是不是有一些受益他们写的，或者至少受益他们能传播在网上，愚弄激励一些狗奴才们一起与他们陪葬，根本用不着摸石头过河，摸着谁过河就行，有康庄大道，摸着越南过河就行，摸着新加坡过河就行。越南以后实行完全的全民直选国家主席，现在党员内部是实行党的书记由党员直选，所有公务员财产都公开，责任都终身，一片清明。以后慢慢形成党政议会三方面的三权独立，已经非常接近于成熟的英美体制，而且相信越南改革的步伐不会停，它会结合自己国内的实际形势，在这种民主、自由、人权的道路上越走越快，越走越好。还有啊，新加坡也很不错，新加坡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党首来兼任，所有的议会名额由选区人民直选。虽然你说新加坡人民党有独裁的嫌疑，李氏父子有传承的这个事实，但毕竟权力是受人民制约的。你怎么知道李还能传三代啊？不会，李传两代是因为在特殊的时期人民认可人民选择的，他能代理代表人民来行使权力，为了人民的福利而前进，同时他的权力又是受制约的，不是说毛当年，不是说现在的皇上当年，这都是很成熟的体制，我们这儿学习起来太简单了。把权力把立法权监督权还给人大政协，所有人大政协代表不能由官员兼任，只有非官员的人才可以通过选区各省各市人民直选，这样能代表人民的利益，能监督政府的权利。全国主席由人民一票一人一票直选，党保证国家大体的方向，把大体的把大部分权力都放归政府，放归议会，允许建立独立的工会、妇联等等其他政党。你放心，以中共这些党员数量能保证你多少年的权力正常延续，可是你要这种独裁的权力有什么用呢？你不也是为了想自己过得好吗？你非得自私贪婪的要把别人的东西装到你的兜里才行，不这样你就不愿意让全体人民陪着你一起去死，你死了也有什么好处吗？你活着总比你死强吧？为什么非得到大家鱼死网破你死的那一天呢？放心，最后不会有人陪你去死，只有你自己去死。非常简单的道理，非得逆历史潮流而来。每天看着康熙大帝，每天看着清宫戏，梦想着一统天下，红旗插遍全球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拜拜。